走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爬爬走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我们又回到车厢了。事实上，贝加尔湖是记录上看到的是31000多平方公里，那他们都说比台湾还要大。哇，这航班还搁咧航。我们就回到车厢休息一下，然后等着 BBQ。是火车上的餐厅。不同等级、不同价钱用的餐厅就不一样。我们付钱付的比较多，我们坐的餐厅的车厢就比较漂亮。这火车里面有分金舱、银舱、豪华舱、标准舱、经济舱。这又是不同的餐厅，这是我们的餐厅。小菜而已。阿仔买海5000当生啊！我们跟客人在聊天哈，沿途聊天，然后已经离开了哈。我们现在在贝加尔湖上哈，看到。真的，贝加尔湖一直都是跟我们连在一起。一年都很多人在那边朝觐，那个天方，他们叫天方，天方夜谭。哇，你知道我现在拍这里有多美？大家都说好美哦，你不来真正无彩。今天下贝加尔湖。所以你中午那个我改要多喝一点，这是我们台湾之光。你特别的啦，因为你一晚没开，要跟我你吃白酒。因两个那个鸳鸯水啊，你两个海椒，无辣子拢分只个房价。你就食较快的嘿，阿来阿来来阿来来，阿恁两个杯啊开起来来来，阿阮我甲嘛甲你见一个，感谢阿东的创意，好可爱，好好吃哦，这个叫乌某。贝加尔湖里面最有名的鱼，全世界只有这里有。德国的总理还好。你若想要吃，你就来吃哈。什么酱对不对？台湾太多那个。今天中午蛮特别的，还有酒可以喝啊。他们是有盐，这个是烤肉，然后需要慢慢烤，对不对？那比较是用那个白花。味才好。这个刚刚都是我们都有帮你烤。烤肉。欧姆。只有全世界只有这里才有，你若想要吃欧姆鱼的来吃，这个就是贝加尔湖中的鲑鱼，只有这里才有。不用，这位先生是火车迷，这位先生他是火车迷，他就是爱火车，所以他是德国的老板。这个火车就是他包的，他就是每一年跟我们做生意的老板。这一趟他跟我们一起坐火车，这是沿途我们看得到的哈。所以为什么这么吸引全世界的人都想到这边来？因为这边的风景是不一样的。你哦啦，这贝加尔湖啊。湖中岛，那个叫湖中岛。其实旅游就是这样，轻轻松松，然后聊聊天，然后我们带着摄影机，把我们跟客人的互动也都录下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客人跟我们一起玩，大家都玩得非常的开心。这里叫做贝加尔湖港。
来，我们到贝加尔湖港。每到一个地方，好玩的地方，它会停下来，让我们下来玩。好美的建筑，木建筑。这个时候花都开了。这林冬季的冬嘛啦，好漂亮哈、哦！看起来像什么花？其实它是白色的玫瑰花。这个就是贝加尔。蒸汽火车，看这个蒸汽火车，这个 是一种怀古。这边有一条支线，贝加尔湖。黄昏蒸的线，大概不出来，想问热的是三站唔对啦。看看来，等下搁上节目来贝加尔。来，等等，需要坐船，坐船。我们要坐船了。这个是贝加尔湖的港口，你看哇，水安尼有清无？所以讲世界上最干净的湖，你看拢会当看到石头。阮船仔咧开的时阵，吼，看到迄个乌底，觉得好享受。好，今次台是阮的人客。从贝加尔湖车站，港口，哦，港口，港口，港口啊，贝加尔湖港口要去伊尔库茨克，这里。伊尔库茨克，我已经学会了。伊尔库茨克。贝加尔湖沿岸还是有很多住家都是度假的。他说告诉我们，这边有很多是度假村，俄罗斯人他们也很享受。他们在都市里面有一间房子，然后他们还在乡下也会有房子，所以他们也是很喜欢度假了。来，我们上车了。我们从那个贝加尔湖的港口来到，要去伊尔库茨克了。在贝加尔湖这里有一家饭店，贝加尔湖港口。这个紫色的就是查拉斯。来这里非买不可的查拉斯，台湾人也有叫它紫龙金，紫色的紫，紫龙金。然后这边当地的人都说查拉。还有玉查拉斯，跟富尔岛那个木啊，当地最有名的黑茶树。这个只有这里才有的黑茶石，现在已经不能开采了，所以一年比一年贵。
然后来到这边就有一个像跳蚤市场，这个市场大概就是为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，我们这一趟火车来自于11个国家的人开的，那所有人到这边就是来这里购物。